吴嘉贤，你为什么每个在你学队看不想看一下内幕新闻？在干什么？哎、欸，蔡导，我为什么蔡导会突然出现？好恐怖！来说个话吧。对呀，大家都傻了。这次结束了吗？什么不要？人家没穿呐、啊，人家里面没穿呐、啊，不要、啊。我到底很想被拍没穿的样子，继续。妈妈，我见人家女生的休息室干嘛？没关系啊，有男。来发表一下感言吧。感言呐！哦，哎，我要说，他感言就是没有，没有啦，大家都很认真努力啊，所以呢，这次表演成功，成功，成功。好啦，那个，真的要拜拜，可以。